除了其他练习生，还有自己，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心理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想法的问题，然后造成一些很多可能会想不到的一些结果。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时间我还是把最大的敌人啊，不是敌人，最大的挑战者放在自己的身上。지금도앞으로도제가사랑하는이일을할수있었으면좋겠습니다主题曲的时候已经少了一个机会被大家看到，很想通过第一次的公演让更多的人看到。So are you gonna die today?能够和大家一起去经历了这一段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的算是开端上，然后能够留下这一段回忆，我觉得会很珍惜。감사합니다